大家好，我是 Mr. Diamond Show。 今天我为大家讲一只 S1 的 Fifth Classroom Exercise 9B 全等三角形的判定条件 Part 2。 今次我们也是证实一对全等三角形，我们就会证这个 ASA 的，用 ASA 去证明一对三角形是全等的，看看理由是为什么。现在我就有一只红色角，也有一只蓝色角的， OK。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我咧就校定咗一对角啦，亦都有条边嘅，条边长咧就系咁长嘅啫。咁我咧就试下 show 俾大家睇啦。首先咧，我拱咗只角过去第二度，然之后就拱埋条边个第二度咯，就拱埋只角去第二度。嗱，而家咧就好老实啦，就系、是、角啦 A 啦，边啦 S 啦 ，S 啦，同埋另一只角啦 A 啦，咁就 ASA 嘅。咁我哋咧原来可以做到一个咧全等嘅三角形嘅，睇喺度。只要你咧係角邊角 ASA 咧，你就可以做到一個三角形咧，佢係完全一樣嘅。咁我哋就話啦，哦，咁我哋如果兩對三角形啊，佢角一樣，邊一樣，跟住角又一樣咧，咁就會達至咗全等噶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同埋留意一件事啦，這個嘅邊咧就係一個夾邊嚟嘅，即係咧就俾兩隻角咧。兩個對應角咧夾住條邊，我哋就叫夾邊。OK， 咁呢一種情況咧，我哋就話佢叫做 ASA 嘅，亦即係呢一個啦。ASA 我哋可以證實佢係全等三角形啊。好唔好？多謝大家收聽啊，拜拜。